开是意大利进口的350mm 的切肉片机，这一颗就是我们的电源开关，要启动时把它转到 ON 的方向，好，要停止时就把它转为 OFF。 这边是厚薄度调整，哦，我们要推肉的时候，这个手把就是让我们要推肉的手把，哦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磨刀石，这个旋钮是要让我们这个盖子打开的开关旋钮，正常使用时我们都要把它锁紧啊，如果你要洗刀片的时候，在逆时钟转开，把这一片刀片拿起来，就可以比较简单的可以洗刀片。